现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马丁的 Custom Shop D-14F 考瓦。那么，首先这支琴呢是基于 Martin 的 D45 的结构来打造。那么45式的音孔的花环、45式的 top 面板的嵌边，以及它侧面的嵌边，45的级别它所使用的 abalone 鲍鱼母贝呢，都是远远高于41这个型号。那么它的主要的结构呢是采用 Martin 的 Joanna 的 D 筒型，因此它带来的肯定是低音非常强壮的这种音色。那么整个琴它的面板呢 Top 采用的是阿里郎达克的云杉，它的音梁呢同样采用的是阿里郎达克的云杉 X 型的斜切。那么面板的一圈呢为实木、火焰的枫木、火焰的相思木和鲍鱼母贝的包边的设计。那么在我们的指板的边缘呢，同样的是火焰的相思木，它的指板 fingerboard 和它的琴码 bridge 都是采用的 black ebony 黑色的乌木，同时它的指板、它的护板采用了 popo 也就是帝王蜂鸟式的镶嵌。那么这种帝王蜂鸟的镶嵌所使用的 abalone 是相当的名贵。护板呢，黑色，背侧板它的 back and side 它的 turnwood 采用的是Flaming Kawa 火焰的相思木，琴颈呢为 Select Hardwood， 它的卷弦器呢采用的是 Waverly Gold Waverly 的金色的弦钮。那么琴头的贴面呢同样采用的是火焰相思木的贴面，马丁竖形的豪华 logo 采用的是 abalone 鲍鱼母贝，它的上弦枕 nut 和下弦枕 settle 都是采用的骨质，上弦枕的宽度呢为 1.75 英寸，44.5毫米，它的有效弦长呢为25.4英寸，也就是645毫米左右。整个琴呢是一个标准的地筒琴，全琴呢采用的是高亮光 glass 的设计。好了，最后让我们来听一下这支 Martin 的 D45 Kawa Custom Shop 的声音吧。